喜欢参加演唱会的民众可要注意这一则讯息了。财政部北区国税局综合稽征所要来办理103年度防治烟品税捐逃漏租税的宣传活动，将要在8月16号来举办拒绝私烟税务传情的演唱会。民众呢是可以用发票来换门票，免费参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潘玉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朴琼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心怡。我是赖胜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惠文如。他们都是经过无数次的舞台竞赛胜出的歌手，想要看到他们精彩的演出，现在可要把握机会。财政部北区国税局综合稽征所将要办理103年度防治烟品税捐逃漏租税宣导活动，计划要来举办拒绝私烟税务传情演唱会。这一次的活动啊，我们邀请到潘玉文、林心怡还有胡琼英等多位具有实力派的歌手来参与演出，并担任我们的租税宣传的大使。那欢迎民众呢踊跃的来参与。拒绝私烟税务传情演唱会将在8月16号在国父纪念馆举办。想要参加演唱会，民众从8月1号起就可以拿着发票来换门票，享受一场实力派的演唱活动。从8月1号开始就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的9点到12点呢，下午是2点到5点，我们在我们所里的服务管理股的柜台那边办理兑换入场券。那民众只要捐出7到8月份的没有列印买受人名称的统一发票10张，就可以兑换入场券1张，那每一个人兑换2张，那兑完为止。演唱会的门票数量有限，而且每个人只能兑换2张。有兴趣的民众要把握时间，赶快到财政部北区国税局综合稽征所来兑换票券。中嘉新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